已经过去，情也无看见，偏偏走到这，搁面对面。缘若到这时，我也袂假痴，偷偷看着真挚的相片。谢谢彭乃杰，立刻有请陈子鸿老师为我们讲评。那个乃杰老师好，乃杰声音很好听，只是说你可能比较不习惯这个舞台哈，那个音准稍微有一点点哦，没有很稳定啊。但是我觉得你这么小就爱唱歌，然后唱这么好，很不容易。谢谢老师。对，乃杰老师好，你是我同乡啊，我也是大甲人，所以我是第一次碰到我们同乡的人在比赛。所以，但是我觉得你今天的音色是很不错，我觉得你应该先消除你的紧张的感觉，我觉得是很重要。你有很好的音色，但是可能因为你太紧张了，所以你在音准的部分真的抓的也会比较差一点。好，然后我觉得你的主副歌的部分，你要先去多听一些人家唱歌，然后多听一些音乐，你主副歌会比较分不清楚，因为你主歌也唱得很用力。其实有时候在主歌的部分可以再唱得轻一点，好，感觉会更舒服，更好一点哦。那副歌再去发挥你的强项，我就觉得会很棒。好，谢谢老师。